风向西南风，风力哦是指五级，风力是指五级，好用哦是小用。能见度吼十二公里吼、哦，虽然吼、哦、咱乌云真高吼、哦，但是咱的天面吼、哦、保持了真好吼，能见度吼还够在十二公里左右。风到底现在气温吼是28度，哦海水温度吼、哦、是32度，哦这是咱目前咱风到底的天气。好来，下面咱来看风向图。东南西北，吼、哦，今仔是西南风，吼、哦，西边甲南边头家来风，吼、哦，西南风，风力吼、哦、是至五级，哦，这是咱这个位置是咱台湾吼、哦，所以咱比赛甲要规划吼是顺风飞，空中距离吼咱到高雄港吼、哦，大约是150公里，吼、哦，到台南安平港吼。哦大约是170公里哦，空中距离无介远哦。哦，咱今仔风甲地哦，虽然透是西南风，吼、哦，咱比赛甲吼要归阮是顺风飞，吼、哦，但是咱今仔日的气候吼无介理想吼、哦。虽然咱风速吼采较低，空中距离吼也无介远哦，但是咱今仔天气吼随时有落雨的可能，哦、所以咱比赛甲赶快来哦，全力以赴吼。哦会当来享福棒哦，平安顺利来规范哦。今日到西南风，风力哦是至五级，船长谢谢。好、哦，来下面咱来看贺顺人的卫星定位哦，准现在位置。好、哦、来，魏明松哦，所看到是咱贺顺人的卫星定位哈，我咱今麦先来看经纬度。来，顶管一撮数据，吼、哦、是北纬，现在是21度44分，哦，咱正确位置是21度45分，哦，咱个差纬度吼，个差小寡吼。来，下面吼、哦、一撮是东经，现在是119度08分，哦，咱正确位置是119度50分，哦，咱同款吼，精度也是差小寡。现在时间是吼、哦、6:05。好、哦，咱有穿吼，差不多伫6:15吼、哦、至18分吼、哦，会来到咱正确风格点吼、哦，这是准现在位置。好、哦，咱下面的时间吼、哦，咱就先来报上吼、哦，咱本馆国会严风条吼、哦、所头的过程，先互各位教育吼来欣赏，哦来了解，哦等一下吼、哦，咱再进入现场。各位教育。大家好，咱107年6月7日下季，今仔是资格赛一，现在要来验咱的风调信通甲手头的号码，啊，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详细看好清楚。现在咱位高雄创造者，哦，高雄创造者风调信通正面完整，哦，咱来看一下倒面，哦，这倒面哦，拢有甲友签名吼，啊，拢完整啦吼，哦，咱来看甲咱的手头的风调。哦，这甲咱个锁头的风条，哦，这第一档的第一粒，哦，伊原拢有教友签名哦，啊，签每一个教友看好详细吼，哦，完整啦吼。哦，咱看第二粒，诶，锁头的风条，哦，伊原也拢完整啦吼。哦，咱看第二条咱个第一粒锁头的风条，哦，伊原拢有教友签名哦，啊，拢完整啦吼。第二粒，哎呀，诶，锁头啊，风条完整吼。哦，咱来看第三卡人，迄第一粒锁头的风条，吼、哦，伊原拢有教友签名吼，啊，签名就教友看好详细哦，拢完整啦吼。哦，咱来看第二粒，吼、哦，伊原也完整啦吼。哦，咱来看第四卡人的第一粒诶锁头的风条，吼、哦，伊原也拢有教友签名吼，也完整吼。哦，这第二粒，还锁头的风条啊，伊原也完整啦吼。哦，咱来看第五卡人，迄锁头、迄风条吼，伊原也完整啦吼，拢有教友签名吼，或者教友看好详细吼。第二条锁头的风条，哦，完整啦吼。哦，咱来看最后一卡人的第一条锁头的风条，哦，伊原拢有教友签名吼，啊，拢完整啦吼。哦，咱看最后一粒，迄锁头的风条吼，伊原也完整啦吼。出来。较过来啦，好啊，无啦，哦，咱来，哦，咱来请
东港东龙会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恁个甲人个锁头号码，哦，啊，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好详细，来看第一粒，零二一七三一，零二一七三一，好完整哦。我来看第二粒，零二一七三二，零二一七三二，好完整哦。哦，咱来看第二卡，咱个第一粒锁头个号码。零二一七三三，零二一七三三，好完整哦。好，咱来看第二粒，零二一七三四，零二一七三四，好完整哦。好，咱来看最后的一卡人，第一粒锁头的号码，零二一七三五，零二一七三五，好完整哦。好，咱来看最后一粒锁头的号码，零二一七三六，零二一七三六，好完整哦。好，咱来请十姓会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恁甲人的锁头号码，哦，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下详细。看第一粒三零五一九三，三零五一九三，好完整哦。好，咱来看第二粒。三零五一九四，三零五一九四，好完整哦。好，咱来看第二粒，第二卡咱的第一粒，三零五一九一，三零五一九一，好完整哦。好，咱看最后一粒，三零五一九二，三零五一九二，好完整哦。好，咱来请。中平联合会的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你的甲人的锁头号码，啊，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下详细。我第一粒三零七零三八，三零七零三八，好完整哦。我咱来看第二粒三零七零三七，三零七零三七，好完整哦。好，咱来看第二家咱的第一条锁头的号码，三零七零三五，三零七零三五，好完整哦。好，咱来看最后一粒，三零七零三六，三零七零三六，好完整哦。好，咱来请屏东鸿海会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恁的风调信风。哦，这正面完整，哦，咱来看伊倒面，哦，这倒面拢有甲友签名哦，啊，签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有详细，哦，咱来看甲咱的锁头的封条，哦，这甲咱锁头的封条哈，伊原拢有甲友签名哦，哦，请看有详细哈，啊，完整了哈，哦，咱来看第二粒，这锁头的封条，哦，伊原拢完整了哈，拢有甲友签名哈，完整了哈，哦，咱来请。西山会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恁个甲人个封条号码，哦，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下详细。九五六一四八，九五六一四八，好完整哦，啊，请每一个甲友看下详细哈，好拢完。好，咱来请美浓五国会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恁个封条信封，哦，这正面完整，哦，咱来看下倒面，哦，这倒面拢有甲友签名哦，啊，请每一个甲友看下详细哈，我来看甲人个锁头。这封条吼，这甲咱个锁头封条吼，伊原拢有好啦吼，啊，请问一下，甲你看详细吼，啊，完整啦吼。我来看第二粒，伊锁头个封条吼，伊原来完整啦吼。好，咱来请嘉欣会甲友，我请你来详细看恁个甲咱个封条号码，我请问一下甲友，我来看详细吼。啊，看第一条，九五六七零七，九五六。七零七，好完整哦。我来看第二条，九五六七零八，九五六七零八，好完整哦。哦，咱来请鲜花会甲友，哦，请你详细看恁个甲咱个封条号码，哦，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详细。第一条，九五六六五一，九五六六五一，好完整哦。第二条号码，九五六六。五空九五六
用五孔好完整哈。好，那请白河相逢的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你甲咱的封条号码，哦，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好详细哦。好，来看第一条，947153，947153，好完整哈。等一下，好，咱来看第二条号码，947154，947154，好完整哈。好，来看第二条的。第二卡档的第一条的号码，947150，947150，好完整哦。我来看第二条的号码，947151，947151，好完整哦。我来看第三卡档的第一条红条号码，947147，947147，好完整哦。好，哦，来看最后一条号码，947148，947148，好，哦，完整哈。好，哦，咱来请台南冠县会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你甲咱的锁头号码，哦，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详细。咱看第一粒008769，008769，好，哦，完整哈。好，哦，咱来看第二粒302714。302714，好，哦，完整哦。哦，咱来看第二卡档，第一条锁头的号码，008770，008770，好，哦，完整哦。哦，咱来看第二粒，302717，302717，好，哦，完整哦。哦，咱来看最后一卡档的第一条锁头的号码，302716。302716，好，哦，完整哦。最后一粒302715，302715，好，哦，完整哦。好，哦，咱来请大滨东会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你来甲咱的锁头号码，哦，请每一个甲友来看详细哦。发第一粒305788，305788，好，哦，完整。第二粒305789，305789，好，哦，完整哦。第三粒305790，305790，好，哦，完整哦。咱来看第二卡档的第一粒305785，305785，好，哦，完整哦。好，看第二粒305786，305786，好，哦，完整哦。第三粒305787，305787，好，哦，完整哦。好，咱看最后一卡档的第一条锁头号码，305783，305783，好，哦，完整哦。好，看最后一粒305784，305784，好，哦，完整哦。好，咱请后冲指挥甲友，哦，请恁来详细看恁的风调信风正面完整。哦，咱来看一下倒面，哦，这倒面哦，拢有甲友签名吼，哦，啊，签名一个甲友看好详细吼，哦，拢完整啦吼，哦，咱各位甲友，好，哦，以上是本馆吼，哦，咱国会验风调吼，所头的过程，吼，哦，咱还阁有一小段吼，哦，播送无完，吼，哦，咱用字幕画面吼，哦，继续来甲播送。画面吼，哪个是吼？咱请各位教友吼，会当来谅解。好，来，咱即马就来看咱何树人的卫星定位吼，准现在位置。好，来，顶管做数据吼，是北纬现在是21度45分。好，咱正确位置是21度吼45分。好，咱纬度吼已经来到咱正确风格点。好，来，下面吼，即座是东京。现在是119度10分，好，哦，咱正确位置是119度10分，哦，也来到咱正确风高点。现在时间是吼，哦，6:17。好，哦，来，咱今麦就对准的倒手柄，吼，哦，来进入现场。好，来，哦，这是咱船，哦，倒手柄，哦，现在进行，哦，咱风交人员
哦，也来完成咱方国正的审批事项。后、哦、来，咱今麦就介绍吼、哦、咱本馆吼、哦、国会派出的阿尊人员。好、哦，咱首先吼、哦、来敖昌辉，吼、哦、敖昌辉派出两位，吼、哦、第一位是盖亚妈，吼、哦、阿伯位，吼、哦、是阿辉。好、哦，来个阿伯位是咱台南冠姓位吼、哦、老先生。好、哦，个阿伯位是咱大屏东位，吼、哦、一江的。哦，那上尾一位哦，是咱南海总会哦，阿婆的哦，这是咱德州平人在经营哦。哦，咱来看天气哦，咱头前哦，乌云正高哦，遐哦，迄个位置哦，龙脊船的所在，迄个位置哦，即摆遐落雨哦，哦，规乌飕飕哦，滴落雨，拄在咱的船的正前方。哦，所以咱今仔的天气哦，正无稳定哦，风高雨大靠。哦，咱会随时注意天气的状况哦，来向大家来报告。好、哦，来，咱即摆外国咱船的德州平。好来，哦，这是咱正手兵现在进行哦，哦，咱来看下来吼，啊，已经拢完成咱方角镇的准备事项。好、哦、来，咱今麦赶快啦，先来介绍咱花林派出阿尊人员。好、哦、来，咱高雄创造者吼、哦、派出两位，好、哦、来，第一位来陈伯信，好、哦、来，另外一位苏伟，哦，佮过来是咱屏东东港东梁会的阿爸。哦，佮后壁位是咱台南十姓会，哦阿川，好来咱顶冠哦，来第一位是咱高雄新林会，来抱啊，哦后壁位是咱青田会，丁椒吼丁椒，哦这是咱郑秀平的情形哦，哦咱6:30一到吼准时放甲，哦现在咱放甲第一天气吼。乌云吼，伊阁打来吼，即拢有随时吼有可能落雨的机会吼。哦，咱有船吼，咱有船，即马拄伫咧六边面。哦，大中轮吼，拄伫咱正后方。哦，咱每季的比赛吼，拢会带予咱各位教友吼无限的希望。哦，咱本季的赛程吼，也伫各位参赛者吼摩拳擦掌的期待下，哦开始来进行咱资格赛。哦，伫这个新的一季，哦现在不管是强豪，哦也是主力的肉卡，不管是新派上方宝剑，哦也是新派三支箭，哦即卖也拢徛伫起跑点上吼，要伫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下，吼来展开咱本区的龙争虎斗。吼，咱今日参赛甲也拢经过各位甲友吼比赛前的调教吼，加强势训练。吼，相信每只参赛甲的潜能吼，拢已经发挥出来啊。现在几队的比赛甲吼，拢是精英部队吼，准备要上战场吼来一决雌雄。哦，咱赛到正常，哦，所追求的吼是咱每期的比赛吼会当来入奖，所以哦，各位参赛者吼，拢一定全力以赴，哦，拢袂去计较吼，咱所付出的心血有偌济，目标哦，就是要来完成哦，这个迷人的美梦。都有一个甲友吼，自上吼，伊踏入咱这个甲界了吼，来参加比赛。每开哦，只要花莲哦，那宣布配对的日期哦，伊就开始铺啊啦，就讲哦，走袂去啊啦，拢难下啊啦。哦，所配的队哦，每队拢是黄金配对。啊，就安尼哦，每开哦，安尼哦，铺到惊天动地，啊，铺到规回安尼铺铺音。有时阵哦，咱嘛知影讲哦，伊讲的哦，十句话，都有九句真暗哦，一句白塞哦，不过哦。咱听起嘛会惊呢，小顶开啦，爱着救死下蛇啦，甲股东讲哦，规批鸟子啊，出个安尼嚼嚼嚼啊，根本半只歹，互遐股东哦，听到吼、哦，真爽快。哦，咱知影一个资格赛尔哦，就来顺一只，
咱今年都冬啊哦，冬啊开哦，又搁出款啦哦，伊同款哦，原是无唔改吼，四袂变吼，伊搁吼经无半只歹个啊。啊，咱甲界吼是一个卧龙藏虎的所在吼，个个拢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哦，想要入上吼，真正爱有两把刷子。若要可以击锤厉害吼，还是比赛前个代志。哦，咱比赛后哦，相机哦，会来证明一切。好，来，咱本馆治疗的时间，哦，咱本馆治疗的时间是站下早九点，哦，咱九点吼开始治疗，哦，咱本馆所饲的饲料，吼，同款是用咱丰平哦，正好的大品牌环赛尔，吼，青都饲料，哦，甲赛飞饲料，哦，以一比一的比例，哦，混合来饲，哦，咱等饲料食完哦，咱马上饲水，然后。到高雄码头吼，钓上船顶哦，咱阁是一摆水。哦，虽然咱不管是资格赛因哦，不过咱每只比赛甲吼饲料的经营吼拢真好哦，真抢手哦，食水吼嘛真正常哦，这是咱本馆哦饲料甲饲水的经营。好，咱利用个时间哦。啊，佫有五分外钟，哦，咱来练一个小话吼，来讲一个无同款的三宝，哦，来轻松一下。哦，咱拢知影吼，东北有三宝，吼、哦，就是人参、貂皮、吼、哦、乌拉草。哦，不过咱台湾吼，嘛有三宝哦，就是老宝、哦健宝、吼加1999吼吃到饱。啊，咱查甫人哦，嘛有三宝。就是吼、哦，香肠、贡丸吼，加、哦、一堆草。啊，那咱查甫人吼、哦，上无爱滴滴三宝吼、哦、是虾米呢？吼、哦，就是用威猛食吼，无、哦、动头。吼、哦，咱目前放到第一天气吼。哦同款吼，乌云真高吼，尤其是咱船的正头前吼，即摆吼还佫咧落雨吼。不过迄云吼，一个向北吼，一个向北飞吼，咱是向北来行驶啊，但是咱云呢是向北来吼来飞吼。互咱本馆吼，大家用心做经营空中事业，吼，就对本馆的资格赛吼开始一关吼一关吼，要来验收成果。相信每一位参赛者吼，拢有迄个无介意输的感觉，吼，所以比赛前吼，拢会锻炼出吼信心十足、势在必得的霸气吼。目的吼，就是要来先声夺人，吼，要来上一个气势。但是吼，比赛甲现实吼，胜者为王，吼，败者为寇。到尾啊，结果吼，就是要用相机吼来证明一切。吼，咱本区因为季节的关系吼。伊向咱夏天的天气吼、哦，太阳公公哦，拢会较早来露脸。除了咱温度较悬以外，哦，风应哦嘛较细，吼、哦、能见度哦嘛会较好，所以比赛间吼走水方向哦会较紧，吼、哦、唯一的困难度吼、哦、就是风较大吼，若透5至6级以上的东南风，哦也是东南东风，哦各位教友吼，就煞咧等哦，因为比赛间吼是顺这个风势咧飞。哦，那是风势吼，透较大，吼、哦、咱比赛甲要规范台湾吼、哦、的路线，会较向咱北平吼、哦，也是在北平方向来飞行，吼、哦，所以规范的抛物线吼、哦、会较大，甲会对咱北部吼、哦、来登陆，吼、哦、比赛甲吼若无搭档吼，及时再回头吼、哦，就无法度来掌控，所以咱下季的比赛吼、哦、虽然较好飞，吼、哦，但是马上后吼、哦、好天飞过头吼，歹、哦、天等甲目。好，有时阵吼，嘛等到目屎流。哦，今日是资格赛，哦，不过每一个嘉宾吼，啊，咱对本季的比赛拢充满信心，我拢抱着无限的期待。哦，如果是一季新的开始吼，当然哦，大家拢会当来抢到好彩头，哦，得到亮丽的成绩。哦，咱今日风势是透西南风，风力是至5级，哦，咱比赛甲。
我要规范是顺风飞。空中距离吼到高雄港大约是150公里，吼到台南安平港大约是170公里。好，咱本关这两个是咱资格赛因哦，虽然还袂计算成绩，哦分数也差较低，但是咱演习如同作战哦。希望咱今日比赛甲会当来一帆风顺哦，伫规定的时间内哦平安来规范。哦，虽然是咱新的一开吼，咱合顺轮对比赛甲无背出人的防护设备吼，拢用甲真好势吼。咱吊人的铁链啊，吼外面拢包着海绵，甲咱边的走道哦，也拢包着幼网啊，吼避免咱比赛甲背出人吼去弄着栏杆。哦，所以咱防护设备吼，哦，绝对吼无问题。好，现在咱风格人员，好，咱各叫各位吼。咱时间即个吼，准时放假，过30秒。好，现在吼，咱每只比赛甲吼拢伫起跑点上吼，等一个号角一响。哦，咱本届龙政府都伫咧展开，但愿咱各参赛者会当来旗开得胜，哦，收到好彩头。搁10秒，5、4、3、2、1，放招！各位嘉宾，哦，咱2018年度夏季海上竞赛哦资格赛的赛程哦已经来放假。哦，咱每只比赛甲哦拢经过各位嘉宾的详细训练。哦，现在哦拢表现出胸有成竹哦志在必得的趋势哦，已经快速哦已经来飞出哦咱的放假浪。哦，咱虽然咱本馆吼是咱本季第一次的资格赛吼，不过出人的经营哦，甲看起来吼真熟手吼，真老练。哦，现在咱风格的天空哦，拢是密密哦麻麻的比赛甲哦，非常的壮观。哦，虽然咱前面哦风格的天球分量真高哦，但是咱一个风格以后哦，咱每只比赛甲哦拢充满活力哦，充满战斗力。充满自信吼，展示非常可以影响咱台湾吼，就是咱东北边的方向吼来前进。因为比赛甲吼非常的多吼，所以一字排开吼，已经向咱台湾的方向吼继续吼来前进，吼无受到头前一部分的影响。甲看起来吼，每只拢真有自信，吼拢向咱台湾的方向吼继续。好、哦，来前进。关刀哦，关刀是真悬哦，同款飞了真悬。好、哦，咱本季的风势哈、哦，本馆的风势哦是透西南风，风力是4至5级。好、哦，咱比赛甲要规范是顺风飞。好、哦，咱甲看起来哈、哦，现在哈、哦，咱比赛甲拢向咱台湾的方向哈、哦、来前进。不过咱头前面和乌云真大片吼，真高，和咱甲看个比赛甲目前到目前为止，吼，拢啊去向咱台湾的方向来前进。因为这片乌云吼离咱有一段距离，所以咱甲听啊是毋是比赛甲会飞翻头吼，咱无了解，吼，咱着继续吼来加注意吼，来向大家来报告。就说咱今仔比赛甲吼，拢经过咱强势训练吼，甲调节吼，甲看起来你飞吼拢真老练吼，拢上满煞气。吼，现在咱风比赛甲吼，也拢甲看起来吼，拢无回头的现象吼，因为咱东北边的所在有一片吼，甲光。哦，有一片云甲无遐高，哦，咱比赛甲哦，拢啊对个方向，哦来前进，哦，伫迄个方向，
就是对对吼，就是咱台湾的所在。好、哦，每只比赛甲哦，拢是咱各位甲友哦，辛苦所培养出来阵仗哦，是也是大家吼、哦，希望来寄托。虽然不管空中距离不介远哦，但是嘛平安来规范哦，才当继续来挑战咱本区的比赛。哎呦，因为头前咱乌云真高吼，所以咱即卖比赛甲吼，交关咱无当看。咱只有咱身边哦，三三两两的比赛甲吼，啊，搁伫咱边啊吼，伫遮咧飞翔，伫走水方向，其他的吼，已经拢无看伊啊吼。哦，心是回头，哦咱，心是回头，咱等一下吼，嘉哥再来注意。好，好啦，咱今仔看新人的情形，咱先来看新人。吼、哦，每一个奉教人员，吼、哦，每个拢真顶真，吼、哦，拢真顶真，吼、哦，伫清人，咱绝对吼袂使有任何吼交接，吼、哦，伫咱奉教人内底。好、哦，来，咱即摆换一个角度吼、哦，来看比赛甲直播的情形。这是咱对手兵吼，你穿咱的阵型吼，吼，鞋已经来穿好吼，来关好啊吼。咱目前甲看起来，咱比赛甲吼，已经吼甲看起来拢背离咱方角地，每只拢真厉害吼，已经闪火棒吼，已经闪火棒吼来背出咱方角地啊。吼，咱现场吼只有三三两两个比赛甲吼伫咱方角地，啊，搁伫飞翔吼，伫走水方向。哦、其他咱到目前为止吼，拢无看到教官。哦，咱搁等一下啊吼，是毋是教官会飞翻头？哦，咱好教人员吼，继续吼在清人。哦，咱拢个交代吼，绝对袂使有任何交接吼，伫咱方教场内底。哦，每个吼，即马拢真认真。哦，咱头前面吼、哦，乌云吼，有光的所在吼，有暗的所在，暗的所在吼，即马就是伫落雨。好、哦，甲看起咱嘞，今仔日嘞吼比赛甲吼，到目前为止吼，甲看真新亮吼。虽然头前乌云真高，吼、哦，但是咱甲看起来，咱比赛甲有可能吼，拢、哦、飞出这个乌云地区吼。哦已经向台湾的方向吼、哦、来规范。好、哦，咱现在凌晨哦，十二点外吼、哦、开始落雨，雨落到下载吼，凌晨三点外雨才停，吼、哦、天气才慢慢啊变好。吼、哦，即卖咱方角地天气吼。哦虽然乌云真高吼，但是咱天面哦愈来愈光，所以咱比赛甲我甲看起来吼，已经放甲吼已经差不多要争十分啦吼。比赛甲吼拢到目前为止吼，拢阿袂飞翻头吼。希望吼，希望是卖飞翻头啦吼，会当直接吼向咱台湾吼来规范。哦，今仔是资格赛咯，空中距离唔是介远，而且哦，咱分数吼会猜较低，吼、哦，所以要只要飞行的方向啊正确吼，相信吼、哦、比赛甲吼拢会当来平安吼、哦、来规范。好、哦，咱每季的景象哦。啊！未比赛进行哦，大家拢会充满霸气哦。什么人哦都唔认输，拢认为哦家己的上强，
哦，你若甲问讲吼，有没有信心？连迄个感冒吼啊，烧声都无声吼，伊嘛大声话讲有。哦，这就是咱世界经常吼迷人的所在。哦，咱已经放假吼，已经要加十分啦吼，咱比赛甲也拢无回头。哦，表示吼、哦，咱的比赛甲吼已经伫回家的路上吼、哦，希望当咱平安吼、哦、来归返。吼、哦，咱搁等达久啊吼，咱比赛甲吼啦无回头吼、哦，咱甲来报上吼、哦，咱饲料。好、哦，甲饲水进行，好、哦、各位嘉宾吼，好、哦、来了解。好、哦，现在甲看下咱。东北平吼，咱即摆东北平的天面吼较歹吼，咱南平的天气吼已经拢吼已经拢云拢开拢清啊吼。好，即摆咱甲拄吼无啊未出炉，即个比赛甲吼即摆甲甲做一军，吼也已经慢慢吼吼向咱台湾来前进啦。哦，咱今仔天气吼、哦、也真凉冷吼、哦，真好吼、哦，温度吼、哦、是28度。好、哦，所以咱今仔日感觉吼、哦、真热吼、哦，真热。比赛甲吼伫杯也较凉气，哦，咱即阵吼阿未出到即阵吼，也已经即摆向咱台湾的方向吼、哦、继续来去前进啦。哦，咱风教人员哦，继续咧清浪哦，好顺两卡吼，顺两卡吼，顺顺的吼，哦，都来完成吼，咱风教的动作啊吼。各位嘉宾吼，咱今仔虽然风格地天面吼无介理想吼、哦，不过咱比赛甲吼拢经过吼严格训练吼，所以吼无受天气影响吼，一个手吼就来陪伫咱风格地吼，咱已经放风格十外分啊，比赛甲吼拢无势头吼、哦，所以表示吼已经来出咯吼、哦，咱的男主角吼已经陪住咱的风格地吼，咱今仔转播吼就到这过一段落，剩的时间吼、哦、咱就来报上吼、哦、咱本馆。饲料吼，甲饲水经营，吼、哦，以及咱张中午吼，伫、哦、高雄港钓龙上船顶，吼、哦，阁是一摆水经营，吼，大家来欣赏，吼、哦，来了解，吼、哦，咱感谢大家收看，吼、哦，咱后关再见。中会会场啊，这个恁阿爱搞饲料啊，阿后
起罪啦，无辜公民哪叫没有起罪？Wow.
这件当初买多少钱？28,800。哇，不要，阿萨布鲁为一百，对，错，会不会十个阿萨布鲁换来了一个大的阿萨布鲁了？是阿萨布鲁吗？明晚11:30锁定东风卫视《大寻宝家》。我想让你在太液池上帮我放河灯，放河灯。有人在太液池中发现一具浮尸，证明是宫女采梅。一只雄的死了，另一只雌的还活着，这就是苦命的鸳鸯。周一至周五晚间7:00，唐风夜色。东风卫，我们不需要让我们常常觉得心会跳得很快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心脏已经不够强，等我们慢慢变老了，还能跳就好了。你有没有这么老？所以你要是一个小，我们都老花了。小小的，我看报纸是放在这里看的。太夸张了。明天晚上10:00，请准时收看《单身行不行》。一定。有啥本领？真的有必要？闹出人命，贵族面外出，是不是有点奇怪？请留步。周一至周五晚间9:00，推母东风卫视。因为女生觉得老娘不需要你了，觉得年纪大了离婚，太太反而会比较开心。然后很多男生因为生活上太依赖女性，一旦年纪大了，不知道怎么办了，连电锅洗米都不会洗，煮饭都不会煮，然后就觉得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每周四五晚间10:00，名侦探女王。我们是蜜雪薇琪，我是 Michelle， 我是 Vicky。您现在收看的是东风卫视。25 years ago, Universal and I took a big risk on a film that wasn't simply about dinosaurs. It was a film that embraced the age-old question: could science fiction become science eventuality? Jurassic World was a celebration of something that we all love.This movie is different. This movie is pushing something that we know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You have everything that you need in a Jurassic movie, but then it gets more claustrophobic. It has this kind of gothic element, and you start to build up the tension in a very different way. We're picking up the movie a few years after the events of Jurassic World. I know why we're here. A rescue op. Hey, Owen.Save the dinosaurs from the island that's about to explode. What could go wrong? Blue, come with me. You know you can't stay here. Pack your men up right now. That's when we realized that these are not good people that we're dealing with. It was all a lie!The first part of this movie is classic Jurassic, and then you go into this far more dangerous world. We arrive at this mansion where they're auctioning off these animals to the highest bidder. What is that thing? They made it. The Indoraptor. They're gonna sell them. Not Blue. They need her for something else. We get to learn a lot more about Owen and his very special connection with Blue. Easy. I told Steven Spielberg, I think the heart of the story is about Blue. Hey, girl. I say we shut this whole thing down. We hope that people come out with their imaginations expanded of what a Jurassic Park movie can be.These creatures were here before us. And if we're not careful, they're gonna be here after. Welcome to Jurassic World. The island is dying. The dinosaurs must be preserved. We thought you would help.Save the dinosaurs from an island that's about to explode. What could go wrong? She's tracked. There is one animal that poses a real challenge. Blue.
Blue, you know me. Come with me. You know you can't stay here.